但是你起码是四级的事业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亚洲舞王啊，是不是？有什么难呢？就跳舞吗？是。开玩笑。Go！学两个动作就这样，我的天哪！舞王，东北舞王，东北，我北京的。北京舞王，对，北京舞王。我终于有机会唱完歌了。那个最后一看，然后喘得很做作的。我觉得最油腻的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油了，这表情包嘛。你们说这些东西我都做过。还是我们断食三天。也可以。从明天，从现在开始就不吃。要不要？好啊，我们到。公演结束后再吃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一起断食一下，可以啊，挺好。我没有说这句话，你们可以自己考虑，我还没答应你们呢。我们决定要断食到公演后，完全不吃吗？完全不吃，你们会就只吃一下就我其实心想他们疯了，你知道，就是何必啊？我一毫秒都没有想要参与过。因为我已经吃很少，还要我再吃更少，那我还不如我就是会很痛苦，我要跳舞哎，对啊，不可能，我不会参加的，不可能。这什么啊？哎呀，不能看，这东西不能看，别看了，不用看了。男人的无聊约定，大家都是大男孩，即知即行，好啊，走啊，坐啊，也不能乱闻这味道，对。什么味道啊？冷气里面不能闻的味道，闻那烧烤的。哇！但真的比第一天好，第一天真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啊，我长得像个肉粽，就是然后原来很瘦，然后穿的很薄嘛，啊麦迪也特别熟，然后我又穿了一个就是也像肉粽，你知道意思吧？你们两个太瘦了啦！我看一下那个肉粽，没有。我看一下一个肉粽的，啊，没有什么啊。我刚跟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他们又高又瘦，我就像一个肉粽的。你还要吃饭吗？啊，连麦真皮特都说我是肉粽啊。我今天就吃两盒就好了啦。我要吃饭。哎呀，为什么给我两份一样的啦？你还吃？我的命好苦啊！中午是很圆啊，那个圆，我觉得我不是长这样啊。后来找出了原因，裤子的关系。Yeah. 啊，我可能算是最省的哥哥吧，这三公都穿一样的裤子，哈哈哈哈。艾斯，小心你胸口被范范顶到。范范，你小心艾斯顶你膝盖。我也怕呀，我也找不着的腿，我都。你看，来喽。哎，艾斯找个，然后从脚步的方式去往上顶啊。往上顶，快点，往上顶。来了。上顶空了，没顶到。艾斯加油！不！哎呀！稳住！哎呦！小鸡，我顶不着。现在开放重要线索，线索关键词是天花板。哦，天花板！冲啊！天花板！快！嚯！哇，天花板信！哦，看到了！哦！本次关键词飞镖。哦，飞镖！飞镖，把心！飞镖的指向非常重要，大家注意观察。
本次关键词水壶。水壶，水壶堆里，水壶堆里，快快快！哦！没有想到藏得那么狠，什么地毯底下什么的这种，这就必须先捂的找着的东西。结果就这样，把那个房子快拆了。哎，有人！哇，太吓人了！哦，注意脚下安全啊！注意脚下安全啊！哇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兄弟们小心脚啊！